都离上好的所在愈近，那嘛是一种。参赛者的上妆表演的话呢，记得将你的人气票还给他们哦。56号参赛者，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先请到我们的舞台旁边稍作休息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上台的是62号的参赛者，欢迎林启全，掌声欢迎。是不是没关系？这也是有一个特殊的风格的，是爸爸吗？那我们访问一下，你这一次的造型风格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？哦，死亡笔记本的